只要你愿意像从前那样对我，我发誓我可以之后什么都听你的。等天机星算好时间，我便为你解毒，等你毒清了，我就带锦宝走。你要是敢反悔，或者说一些让锦宝动摇的话，我保证一定会让你尝到比寒毒还销魂的滋味。你在说什么呢？锦宝，走。这两天有发作吗？小宝，你还是喜欢我的对吗？你舍不得我死。你别逼我了。我不是逼你，小宝，我只是想回到从前而已。你别说的我跟个始乱终弃的负心汉一样，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因为你。是，都是我的错。可小宝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们才能回到从前呢？我们哪有什么从前？我说有就有。小宝，只要你愿意像从前那样对我，我发誓我可以之后什么都听你的。如果我们回不到从前，那之后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了。我不敢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你让我想想吧。万一找不到最后一株赤魔大力炎呢？不，一定会找到的，我向你保证。哎，你怎么和苏印一块回来的？他不是要杀你吗？他的确是想杀我的。